捍卫宇宙和平的蒙骑士团，幻之星、月之星、炎之星、智之星、石之星，坚持到底，展开为正义奋斗的神圣使命。抬头就是阳光，世界充满希望，用武器打败悲伤，携手一起去闯。不要像别人一样在意这么想，拒绝让恐惧阻挡乘风破浪，挥舞勇敢影响朝阳，自由去飞翔，快乐找到新的方向，朋友一起去闯，追逐三戒备，准备启动结界。少了幻之心，会是一个缺口。蒙骑士将陷入反噬境，干脆就把那蒙骑士个击破。我们感应到达诺长老的能量了，就在清洁悠悠。预言书，不对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诡计。侯赛雷队长似乎找到极光之地进一步的消息了。极光之地，极光之地。极光之地是很重要哎，我们下去看吧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走。弟弟呢？米亚辛他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啊？他感觉好奇怪。我觉得他不是米亚辛。你确定吗？刚刚碰触的那一刹那，我感应得到，他不是米亚辛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先不急，观察一下再做决定吧。嗯。侯赛雷队长，听说有极光之地的新消息。没错，我之前经过极光之地，并不清楚它确切的坐标，但是后来我凭着印象缩小搜寻的范围，再加上燕王跟同仁的帮忙，我们很快就找到极光之地确切的定位了。太好了，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欧帕，为了杰西和玛雅，你倒是很积极啊。之前极光族帮了我们那么多忙，现在帮我们做一点事情也是应该的吧。欧帕，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们就是知道你担心，所以一起来帮忙了。那我们快点去跟玛雅还有杰西讲这个好消息，顺便讨论一下怎么规划改造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出来吧，小兵。看一下还剩多少。小伤心，谢谢你带我们到处去找你们的敌人。
哎呦，这只是小事，不要那么客气啦。而且要能够真的帮到你们，这样比较重要啊。嗯，真的希望我们极光族的人可以得到一点鼓舞的力量。对了，刚刚侯三雷队长有说大家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们讨论。那一定是要讲极光之地的事情，我们赶快要去找他们会合。好，走。嗯。吃完有一种心情很好的感觉，整个人都很有自信啊，真是好东西。嗯，在哪里呢？新魔法能量很大，可是我到现在却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掌控。每次攻击的能量都会有时强，有时弱，我有点担心。其实我也是，虽然成为月之星好一段时间，但每次在使用新魔法的时候，还是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。红恩，我们不要想这么多。我们在家庭练习，一定可以顺利找到攻击的要点。嗯。夜王，同恩，预言说出现在校史室，但是我担心有诈，你们跟我一起去。没问题，走，走，快。发生什么事啊？米亚星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？我觉得他不是米亚星。不是米亚星，他们往那方向应该是要去校史室或图书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嗯。米亚信，你说有发现预言书，在哪里啊？啊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天真哎，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预言书的事情是骗你们的吗？米亚信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对啊，我跟你们讲。
胡元印记。快点击控！你不是米雅星，是隐身女王。手放下。啊，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。你们两个现在变聪明也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既然你们被我控制了，那我只怕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猜对了，我呢，就是国色天香，人见人爱，神出鬼没，而且神通广大的阴森女王。阴森女王，你假扮米雅星到底想要怎么样啊？我当然是想要你们两个人身体里面的能量拿出来。你颜之心。月之心。快点激光。早知道这么容易，我就来骗你们两个就好了，干嘛跟你们打来打去？你就尽管拿去吧，反正等一下蒙骑士的能量就会自动回到我们体内，你是白费力气了。哦，白费力气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了，我听都听腻了。我当然是有新的办法才会来找你们。哦，对了，既然你们都来到校史室了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好了。这个东西你们应该蛮熟悉的吧？反噬镜。是坏的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好了，你们两个人的问题真的很多哎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你们就进去问里面的人，怎么样啊？去！快点进去！你果然是阴森女王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隐藏。好聪明哦，一猜就猜对了耶。哎，这次呢，利用你们那个眼镜猴同学带我进来蒙学园，没想到马上就大有斩获。女王，你果然没有逃走，让阴森皇宫回到原地，也是你的阴谋吧？说的没有错啊，你果然是蒙骑士里面比较聪明的那一个哦。不过呢，我也很感谢像你这种喜欢多管闲事的好奇宝宝，很爱来追查嘛，很爱追根究底啊，我才能用预言书把你骗来这儿，而且一次就抓到了耶。真是太简单了，不能靠近我，不能靠近我，不能靠近我。哇，这就是你们蒙学园的仓库啊，真是又脏又旧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你就赶快告诉我那个什么反吃镜在哪吧，交出来吧。是反噬镜，不是反吃镜，而且那是蒙学园的东西，要我交给你是不可能的。况且反噬镜早就坏掉了，你们拿到反噬镜也不能做什么。哎呦，你眼镜戴着看起来人很斯文，没有想到说起话来很会呛人嘛。不愿意哦，这可是你逼我的哦。头痛，痛，非常痛。反噬镜。哇，你刚刚跟我说谎啊，你不是说
这个反视镜坏掉了吗？看起来我运气不错嘛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恶！好啦，既然已经找到了反视镜，现在就该你喽。把蒙骑士的能量交出来！自知心，这就是自知心的能量。过来，哎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把自知心能量还来。现在这个能量是我的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来代替你当自知心。你就进入这个镜子里做你的白日梦吧。进去。欧帕，蒂伊娜，快去找萝卜糕校长，快走！赶快去多找一点人来哈，找再多的人都不会是我的对手。隐私的女王，你太可恶了！这叫做会用头脑。就是因为我这么会用头脑，所以三颗星的能量全部都被我得到。蒙骑士的能量绝对不能给你。哼！万眼金光，枯萎术。我现在感觉到精神百倍耶！阴森女王，你果然又自己找上门来了。魔子牵引，不行，这是反视镜，对，而且米雅星、同恩跟燕王都在里面。什么？没错哦。所以如果你们很想攻击的话，你们就打打看这个反视镜啊。不过我就不知道关在里面的蒙骑士以后出不出得来喽。你还在那边说风凉话，还不都是你害的？快点把他们都放出来！我就是不要把他们放出来。其实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他们出来哦。无能小兵，无能小兵。还不错嘛，攻击力很好哦。不过我看你能持续多久？两倍兵力，攻击！艾瑞克，再下去不是办法，先等他们走。好，魔石牵引术。跑快一点，因为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赶快走！放开！
我为什么要把那三颗星丢到反视镜里吗？因为这样就没有足够的蒙骑士可以保护你们，我就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。隐身女王，你真是太狡猾了。哼，随便你怎么骂，我还有更狡猾的哦。把人质押出来。你们，小不点！达哥哥，怎么全部都被抓起来了？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一时疏忽，不小心就被抓了。你们快点逃，快躲起来吧！我是蒙学院的校长，我怎么可能弃蒙学院不顾？校长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全部都会被抓走。不如让可以走的人先走吧。陶德长老，欧帕，你先带着其他人先走。不行，只有你们两个的话，那快，快走吧，走，走吧，想走啊？快，阿爸，快走！枯萎兄弟，这一说，哎，我说啊，你们蒙学园的人啊，现在这个状况真的很可悲哎，被抓的被抓，逃跑的逃跑。剩下有攻击力的只有你们俩，不过你们俩绝对也撑不了多久。哼，小兵上！万眼激光，剑术打！就算打不死你，我也让你们累死！加倍上！不行啊！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这里，我要回去救帕，还有罗伯克校长，还有艾瑞克。大天的老师，你现在回去只是立刻会被暗黑族他们抓起来，一点也帮不上忙。还是冷静点，坐在这边，我们快点等罗伯克校长，好不好？啊。我根本想不起这些暗黑小兵，你要不要先撤退，先弃守蒙学院？不可以，他眼中棘手就棘手，这样子怎么对得起所有在对面的师生？那我就陪你一起坚持到底。好啦，不要再坚持了，我们赶快走，赶快逃吧！不可以，我要撑下去。快跟我走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人他们不管。我在雷地上，你快点带他们走。蒙学院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了。罗伯特校长，艾瑞克，抱歉。啊，逃啊！逃掉几个我都不在意，因为他们最后还是会落在我身上。我阴森女王的时代就要来临了。艾瑞克，校长，我在你队长，来，扶到这边来坐，先过来这边。你们还好吧？巴主任，还有其他同学呢？对不起，蒙学园失守了，都怪我，没有保护好蒙学园。蒙学院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你们先打起精神来，至少校长还有艾瑞克获救了，我们就有更多的希望可以救回其他人。大家振作一点嘛，我们也会帮忙的。对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想办法救出其他人就好了。我知道你很担心，但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。当我一回到夸特诺的时候，就立刻和长老会联络。长老会已经下令，会派老兵大军来协助我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没错，
等到老兵大军一到，我就要抢回蒙学园。真的不是我要讲，你们夸客人呢，随便打一打就全部跑光了。哎，之前啊，我还把你们夸客族当成非常可敬的对手哦。哈哈，不过呢，话也不能这样子说了，因为现在的我有符能、五颗灵石，还有三个蒙骑士的能量。哎，我现在的能力呀、啊，不要说是天下无敌，根本就是宇宙第一呀、啊！干嘛？一直瞪我，很不甘愿。好，怕。主任，就让我来告诉你，我特别跟你说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阴森女王宣布，你们蒙学园正式废校。我要把这边改成培养暗黑势力的阴森学园。我阴森女王宣布，你们蒙学园正式废校。我要把这边改成培养暗黑势力的阴森学园。回到反世境，怎么又会回到蒙学园的世界里？啊，这里是反世境里面的世界，不是真实的蒙学园。反世境的世界？对，我们以前曾经透过反世境去时空裂缝。听米雅欣说过，反世境也可以通往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该不会？女王真是太可恶了，竟然把我们推进反世界的世界里。哎，米雅欣，你们，夜王，童恩，你们怎么？小心，真仙术！真仙术！哎，米雅欣，米雅欣，夜王，你们怎么会？米雅欣，米雅欣。走，快点！好，小心！来，走，好，来，米雅欣，保健室，
房间是破坏成这个样子。童文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有人可以治疗米雅欣呢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没事，没事。米雅欣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刚刚应该是想要一次对付所有的暗黑小兵，过度使用死卷石。没关系。米雅欣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们两个，你是被阴森女王推进反噬境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就知道，我也是被她推进来的，在这边待好一阵子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世界有不太一样的地方？对，这里很像是萌学园，但又好像荒废了很久一样。米雅欣，这是你跟我说过的，反噬境的世界，一半对一半不对。之前的反噬境，因为受到时空裂缝的影响，所以产生了时空混乱，就出现了这个类似蒙学人，但是又不太一样的地方。米雅欣，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我认为这里是受到时空裂缝影响所产生的未来世界。未来世界，这样的世界是魔学院的未来。你们跟我来。全员准备大战！疗愈系的欧趴、大甜甜老师、弟弟娜，你们要在后方负责医疗救援，等到老兵大军一到，你们就一举夺回萌学园。同时要通知清洁溜溜的杰西跟玛雅，请他们提高戒备。我报告小长，是。不要忘记，现在燕王他们三个还被困在反噬境里头。这我知道，在我们攻打阴森女王的同时，我们会抢回反噬境，把他们三个救出来。阴森女王只要少了蒙骑士的能量，我们的胜算就大很多。可是现在蒙学园里的同学跟帕都还被阴森女王控制着，如果到时候他们被逼着要出来当挡箭牌，这不用担心。只要童恩被救出来，他可以帮大家解除枯叶印记。校长，反噬境的世界千变万化，就算我们抢到反噬境，能不能救出他们也还不能确定。这个我懂，所以我们的战略要仔细的规划过。我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。我可以，也许可以用我的幻术来破解反噬境里面的世界，让我去救他们吧。很好，艾瑞克，就交给你救援。是。极光圣位，金银闪耀，去除悲伤，忧郁解除。校长，我有一个想法。现在阴森女王她有很强大的符能，也许我们有解忧草之后，就可以削弱她的力量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我等会就去清洁溜溜找玛雅还有杰西，也许极光族还有解忧草。现在丝毫的时间都不能浪费，解忧草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大甜甜老师、弟弟娜，就你们跟阴森女王接触过的经验，赶快研究她的弱点。艾瑞克，
侯赛雷队长，我们就来突破反噬镜。暗黑大帝、黑魔王、阴森女王，邪恶势力无止境的威胁，我们只能不停地战斗。究竟要怎么做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？哇，这里看起来挺好玩的嘛！哎，这些球是要拿来干嘛的？这些球，就是上课用的。就像是星球模型，没什么用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它长那么可爱，这怎么会可能骗人嘛？可是我不太信任你，你说实话，这些球到底拿来干什么用的？我这些球，它就是专门监看、掌管蒙学院整个系统的。大主任。哎，绑蝴蝶结的，你不是很老实哎？都已经被我控制了，还想要骗我？封印！封印！这下子，除非我同意，谁也不能进来，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出去。从今开始，这里就是我阴森女王的天下。嗯嗯，阿法，是女王，召集所有人来。阴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阴森学员开课喽！各位同学，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堂搏斗课，名字叫做如何攻击夸克人。来，先派一个人出来吓吓他们。关于你们，我应该要先派谁呢？你要打就打我，不要碰我的学生。我不要，我偏偏就要挑你的学生。嗯，哎，我看就选你出来，小蝴蝶，预备，开始！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哦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！我是女生，男生怎么可以欺负女生？哦，他是赋能小兵，没有性别的好吗？我告诉你哦，你再不攻击他哦，我就惩罚你。开始，呼我一出，魔法连连弄。啊，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你居然输了，给我消失！你太残忍了。刚好而已啊，我是坏人哎，心狠手辣是基本条件哦。勉强打赢一场，我已经很不高兴了，撤回去，找一个弱一点来攻击。你看起来不错哦。不是，他是疗愈系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攻击魔法，你要他怎么打啊？谢谢你告诉我，他没有办法攻击啊，他更好啊，他就出来挨打嘛，出来。Sorry， 哎，我们这边派一个强一点的。恭喜！哎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对付他嘛，我来代替他可以吧？你很啰嗦哎，我就是要打他，你给我闭嘴！所有的人都不能保护他。怎么办？谁可以救我？不用叫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表现得好一点，攻击！呼我一出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表现得太好了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！以
攻击萌学员，就要从他们的弱点下手，专门挑疗愈系的攻击，懂吗？是，女王。耶！太好了，老兵大军来了，那我们就不用研究这么多，可以直接打回去了。代表的是他们的层级，因为是长老会用士兵，所以他们层级最高，资历最深。不过不是说是大军吗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对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大军呢？我就是大军啊。啊？你就是大军？没错，我的名字就是大军，隶属于长老会老兵。今天接到任务，马上赶来夸特诺协助罗伯高校长夺回萌学园。一个人是要怎么帮我夺回萌学园嘛？来，我想可能有些误会，我再跟长老会确认一下。陶会长老，等等，长老会并没有弄错，我想可能是你驻守地球太久，所以不太清楚。我是新编制的老兵，如果有需要。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好好，那最好你赶快帮我们示范一下，你要怎么样帮我们夺回萌学园啊。千军难买早知道。这好厉害哦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有了这么多的战力，我们就可以夺回萌学园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军先生，刚刚有点小看你了。那我们马上出发吧，啊？请等等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们去萌学园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魔法“千军难买早知道”会消耗大量的史卷石，所以一天只能用一次。只能使用一次，你不早讲，早早就叫你不要示范了吗？哎呦，你的魔法还真的是千军难买早知道，万般无奈没想到。真心术，驯化破击。枯萎术，龙神烈焰，米亚辛，暗黑小兵怎么这么多啊？魔法不强，却一直出现。对，刚刚一路上已经打了十几个暗黑小兵了。这个未来世界的萌学园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变得这么残破？你们。等一下要心理准备，这边虽然是反世界的未来世界，但是每个人都经历了我无法想象的事情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走。
欧帕。点点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欧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欧巴，欧巴，大田老师。他们两个跟我一样，来自真实世界，也是被阴山女王推进凡世境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他们是真实世界的燕王，还有童文。怎么只有你们？蒙学院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呢？啊？蒙学院只剩下我们了。在我们世界的明雅心，燕王，还有童恩。都已经死了。小爱，小爱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再放下任何人了。幻眼激光，下辈。我不配当校长，我没事就把大家放在危险的处境里面，我不配。二哥，你受伤了，啊？糖罐子里的惊喜，有点酸，又有点甜蜜，那是有你的滋味，绽放着香烟火。心动的情。